货车司机杨华明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，他要运送一根超重的桥梁钢构从安徽到云南。老杨跑了11年的大车，但这是他第一次运送这样罕见的庞然大物。超限货物不能随意上高速，按规定需要办理特殊通行证。老杨在高速路口安置好货物，等待证件下来的通知，随时准备出发。等待的时候，总算有时间陪伴刚满2周岁的双胞胎女儿。十三个月的时候就会叫爸爸妈妈了，现在姐姐也会叫了。作为家里的顶梁柱，其实老杨这段时间心里不踏实。哎，赵总你好啊，那个打进镇江大约什么时候能下来呀？好。大件证全称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，是国家允许合法运送超限货物的许可证。第一次办这样的证件，手续流程都不太熟悉，但老杨心里也明白，这事他必须得等。这天大件证总算下来，老杨一刻都没敢耽误。爸爸走了啊。告别家人，赶去与搭档碰头。与小型车不同的是，大货车出车前的准备工作繁琐细致，行程越长，路况越复杂。货车的刹车制动系统一点都不能出差错。这个是把车用的，每一个红一个大坡都要加一次水。大货车的刹车需要通过水来降温，一旦连续的下坡，刹车容易因高温而失灵。老杨和搭档都不敢怠慢。货物特殊，老杨保守估算，日夜兼程，路上需要4到5天。老杨，经常讲我来打车啊。为了在路上有个照应，公司安排另一辆车与老杨同行。两辆车都是第一次运送大件，大家心里都没底。给你的工位不对啊，车祸总质量55.6，你这个你看，过出来都57.5了。比较重了，对吧？对，这重量不对，就不能减点了。老杨的同行车出了一点麻烦。货物的实际称重数据超过了大件证上所允许的吨位数，这是仓促填报而造成的疏忽。这也意味着同行车不能享受大件证所带来的优惠。都叫你吃了这个。假如我要没注意把路线跑错了，这个到时候又怎么办呢？跑错路线的话，那么就是说全额交费，就不能享受减免，是吧？种种严格的规定，是因为这次的货物很特殊。他们是两根无法拆分的桥梁上线杆，未来将被装在连接云南通往老挝的铁路上。他们被运达的那一刻，意味着桥梁开始正
车速也放缓下来。为了精神更好的集中，老杨和搭档互相提着醒，频繁的轮换驾驶。原来回来经过贵州的时候，那一次那个经历，哎呀，想象真的可怕，差一点把命都丢了。黔西南是司机们心里最大的畏惧，这里有无数的高山陡坡、弯道岔路，特别是一些危险路段，老杨不放心，坚持自己开。车载的我是第一次拉，说实话我心里面真的有点负担。天黑以后，货车进入云南境内，一行人讨论该不该继续赶路。我说又要走山路啊，为啥往上走那个又上下坡的，又不知道大桥，这走到山路嘛，我就怕跟着这大金针，我害怕走错了，害怕不稳哈，你搞的。他这个线路可是人家那个半大金针规划的。那你决定是睡还是走？我们回头是安全为主。那不我们就在修理弄起来。那么这个六点钟起来啊，明天现在就在这里休息了。凌晨五点半，老杨起了个大早，距离目的地还有最后一天行程。大概明天早晨能到。进入云南的山区，天气也跟着变得复杂起来，手机信号开始时断时续。跟爸爸哥飞完。爸爸，怎么看不见了？网络不行。越接近目的地，路就越难走，即便是搭档开车的时候，老杨也小心地盯着前方。前方有数个长下坡，老杨和搭档再次检查车况。你看那边，水的就马上下坡了，前面一个大坡嘛。它就上面呢，查了一切都正常。以前都正常。水喷的不厉害，刹车也压住了。坡下到一半的时候，老杨发现刹车出了问题。开不慢了，像这种停不住，是不是只能往下跑？现在妈妈心情冷静点，像这样的很难看了。
这段通海至建水方向的长下坡路段全长18.47公里，高差达667米，弯多坡陡林崖，路况极其复杂，是这一路上最危险的地带。这辆不要到轮胎那里去，过热的轮胎可能发生爆炸，老杨只能小心地给轮毂泼水降温。我烫的怕轮胎爆炸，所以像你们刚才话我都没敢多说话了，已经刹不住了。我刚才在那个地方就想停了，停不住了。这个停不住很危险的，因为它这么重，可能往下灌。这个坡很陡的，18公里。经过检查，老杨发现问题出在给刹车片降温的电子阀门坏了，刹车因高温而失灵。因为没有合适的修理工具，老杨只能手动调整刹车，暂时排除隐患后继续低速上路。夜里12点，两辆车终于到达目的地，等待明早工地交货。老杨和搭档也终于吃上了这一天的第一顿饭。人真是，说实话，在求生的时候那种感觉啊，真的不可想象。我那个心一下子跳出来了。如果没有那个变形的车段，可以说是车毁人亡嘛。哎呀，我真的吓死了。我刚刚到云南那个沅江这地方。你们不高兴？我一般跟家里面是报喜不报忧，我老婆现在带小孩也挺累的，所以我就没跟她说了，说她心里面不又要不放心我在外面了吗？这是老杨出发后的第六天，上午9点，货物顺利交接。这是驾驶员，只想把这个货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了，心里面什么都放下了，把我们这个任务这个使命就结束了。